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足球之夜的特别节目，像贝克汉姆一样踢球。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当然是足球，所以我们首先要感谢在我身后尽力在表演的来自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花式表演团队的这些小伙子们，看一看他们的面孔你就知道他们并不是我们中国人，他们来自巴西，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让我们把掌声再次献给他们，也谢谢你们 Thank you。 我们要感谢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为我们热烈的开场。其实说到巴西足球，我们可以倒数到100多年以前，有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巴西小伙子，在学成归国的时候，在自己的行囊里装了一只足球，那只足球就是巴西足球的起源。然后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巴西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足球的王国，众所周知。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世界足球现代足球的起源是在英国，而国际足联认可的足球的起源呢，则在中国。今天足球的王国巴西，足球现代足球的起源地英国和足球的起源地中国，特殊的一种原因走到了一起。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中超联赛的形象大使 David Beckham 先生，大家欢迎。啊，帅不帅？他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啊，但是我们有同传，他能听得懂。已经是第二次作为中超的形象大使来到中国了。这次来跟上一次来，对中国足球的认识有什么不同？The difference i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 went to see a game yesterday. 我昨天当然去看了一场比赛，这是最大的不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球迷对我很热情，自从我来到中国以后就非常的热情，所以我想特别的感谢球迷。看了我们的比赛，也去俱乐部进行了走访，包括还跟我们的小球员有过很多的互动。我想问的是，对我们的球场的设施，对我们的比赛，对我们的小球员，包括我们的观众，哪一个你的印象更为深刻一点？They're all very impressive. I think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印象都很深刻。昨天去体育场是非常神奇的一次感受。我昨天还看了俱乐部的这个设施。当然，我最喜欢的是和小孩子们在一起。因为儿童、孩子们，他们能够使全世界都高兴。在体育场，当然去俱乐部的设施，都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们都非常的完善。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大屏幕上看到，这就是昨天贝克汉姆在杭州在现场观看中超比赛的这个情况。有一位很小的女球员呢，和她之间有非常近距离的互动，你都对这位小女孩说了什么？We was just talking about the game. 我们只是谈了谈比赛，然后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她非常高兴。我们在场地边聊天，她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所以我非常高兴。对，我想问一下贝克汉姆先生，你是几岁的时候入选的英格兰青年队或者是国家队？你还记得吗？第一次入选，第一次。The first time actually that I 第一次应该是在17岁的时候。那我们这位小姑娘呢？12岁就已经入选了我们 U14 国家队。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来自恒大足校的张林业。刚才我问了他一下，我说昨天跟贝汉姆那么近距离的交流都聊什么了，说语言不通，没聊太多。今天呢，非常想利用足球之夜这样的一个机会再问两个问题。来，给你这个机会，现场发问。就是怎样在激烈的对抗下还保持着那种从容的心态？非常棒，很专业的一个问题，来，请您回答。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这问题很好，很重要的是每个球员必须要保持